他们，陈玉珊导演，叶伦芬监制。不知道我以前是拍电视剧的，这样，然后，因为一位先生，他的名字叫梁根奎，反正他就觉得时间到了，你是不是可以来一起做这件事情？那大概三年前，我们开始做这个剧本。那如果你问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爱跟成长的故事。那当时想为什么想做这样的一个故事哦？其实我个人如果想拍电影，大家都知道我比较擅长应该是爱情喜剧等等。那我想拍的是跟所有人成长跟生命都有关的爱情。好，再麻烦大哥，谢谢南爸。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就播奖金捐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。